哈然送给王俊凯一套沉甸甸的礼物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，众人表情亮了，与刘哈然当年准备高考情况类似。王俊凯也是一边参加演艺活动一边认真备战高考。粉丝脑补王俊凯收到礼物后的表情，有粉丝搞笑称感觉到了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支配的恐惧，王俊凯高考加油。也有网友称自己也算是有明星同款的人了。2月14号是情人节，王俊凯在微博晒出一组黑白写真，并写道：“改变风格的我，特殊的日子送给你们。”照片中，王俊凯一改平日小鲜肉的稚嫩，表情深沉儒雅，众粉丝纷纷留言：“黑衬衫很酷啊，情人节快乐！”王俊凯11岁出道，作为中国第一批练习生，刚出道时一直不被大家看好，小时候是可爱稚嫩，长大了的王俊凯更加有男子汉气概，从原来的小男孩变成现在的俊朗少年。他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，现在介于男孩与男人之间的帅气了，感觉马上就要变下一